女人最爱当然是美啊。女人最怕老，年龄的增长、环境、生活工作的压力都会让肌肤的状态不佳。有一段时间，我想找市面上一款产品或者一套产品，它能够是针对亚洲肌肤研发，针对敏感肌，还是纯植物配方，还要能够全面抗衰老，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 MD7。抗衰老的第一步呢是清洁 ，MD7 的美白去角质粉是我的最爱。它跟市面上其他的洗面产品最大的不同呢，它是玉米纤维为基底，就是纯植物去角质。同时它有富含五种精华，所以你洗完脸以后清爽不紧绷又滋润。抗衰老第二步呢是保湿和舒缓，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柔肤精华素，你只要轻轻地拍打在细纹容易产生的部位，细纹就立刻舒缓了，而且超吸收的。第三步呢是加强氧化，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弹性蛋白精华素，你只要轻轻拍打在脸上，皮肤超 Q 弹的。抗衰老第四步呢是加强保湿，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柔肤日霜，它里面含有多种活性成分，锁住精华素养分的同时，让肌肤进一步的保湿、柔软、有弹性。眼部是最容易泄露肌肤年龄的部位，这时候我会用 MD7 的 Q 弹眼霜，它里面的 Q 弹和多种生物活性肽直达肌肤底层，促进胶原蛋白的更生，让你跟黑眼圈和眼袋说拜拜咯。抗衰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呢是防晒，我会用 MD7 的防晒霜，它清爽不油腻，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它的防晒指数 SPF30 可以阻隔97%的紫外线，让你防衰老的同时呢又会延缓色斑的形成。当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的时候，人也会更加自信起来了呢。MD7 护肤品由美国和日本皮肤科医生花费十几年专门针对亚洲敏感肌肤研发， FDA 认证，完全不含酒精、香精、化学色素，产品都在日本、美国制造。 MD7 抗老化方案套装原价加税加运费包装费价值399元，现特价只要299元，且免税免运费免包装费哦。作为 FDA 认证的护肤品，您使用7天后可亲眼见证肌肤状况显著提升，只要有任何不满意请寄回产品， MD7 为您提供30天内全额退款的信心保证。现特惠新顾客除享受299元限时特价，更送高雅皮包一支。您看到广告3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或上网订购，再加送42元防晒保湿霜一瓶，限时赠品共价值100元，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从清洁、滋养、保湿、防晒，让您拥有更紧致、更年轻的肌肤。现在就拨打电话或上网订购吧，以299元特价获得价值499元7件套，年纪只是魅力的加分，而不再是您肌肤的负担。MD7 敏感肌肤调理专家。